起来，老公又来带我跑步来了。四五六七八。不去的，腿筋呢也是撑不开的，是吧？这个有个小伙子，他这个压腿跑步就不到位，然后他跑步跑了这个多少年以后，现在开始左脚的这个脚后跟肌腱开始疼了，啊，这就是他。他说是跑完之后的抻筋没有抻到位，但实际上跟跑之前的抻筋也有直接的关系啊。对。你还跑挺快。那是。一会儿就追不上你了。快呀，都给我套圈了。138。嗯，我老公跑的。加油。好好好。前几天出差了20多天，很多工作都落下了。现在呢，赶紧的把以前的工作全都给补上。好了，我开始干活了。这个耳机套外边都戴烂了，我老公在网上花20多块钱给我买了个套，结果安上就行。这心灵手巧，原来是这种构造啊！装的时候费点劲啊，是什么东西拆好拆，装不好装。对对对，嗯，好了，像新的一样。嗯，好像有边上有卡扣，轻轻的按压，卡上去。是吧？你说这个，哇，真棒，跟新的一样哎！成本淘宝20块钱，然后我要收你这个客户的话，我怎么着也得收50以上吧？因为你这东西1600块钱，可以呀、啊，原来都烂成这德行了，对不对？收你50块钱怎么了？不贵不贵，是吧？嗯，老公带我去新的景点溜一圈。妈，那你收集的，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。这不好长吧？嘿，我看看它的种子。就这样，种的时候，种的时候也很，种的时候也很简单，你往地上一撒就完活了。可以可以。哎呀，老公啊！哎哎，我来找你了。对对对，抬头挺胸。这个世界名名模啊，男模。耶！Yeah! 我在这个鲜花绿荫中，感觉真是不错呀，是吧，爸爸？大好大好，关键是有太太陪伴呢。哎呀呵，真会说话。这是他的温泉，不过138就是你泡一天温泉的价格。哦哦。嗯，然后里边有十几个小池子。嗯，大门。一颗红豆，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，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公把他的无人机拿出来，准备飞一下，以上帝之眼看一看美丽的景色。哇塞，这要是从车顶上起飞吗？哇，你厉害呀！哇，准备起飞啦！哇塞！来，我老公来控制的。
全降落，完美，完美的一次飞行。对，这是应该是一个自驾车的营地，哎，然后车停在路边，然后带上一些烧烤的材料到这儿来，全家来烧烤来。悠着点，不知道结不结实。不悠了，这秋千太大了，这太高了。对呀，这路修的是真不快。今天也是打扮的美美的，让我老公带我去河马买点好吃的。这个看着还可以。三位爷爷喜欢的酸奶。嘿嘿，老公给结账买的好吃的，还是老公好，老给我买好吃的。喵喵，咪咪，喵，太漂亮了，看这块大鱼，鱼肉相当新鲜呢。哇塞，嗯，鲜美，一股鲜味儿啊，新鲜的味道。半刺身，然后再吃一半香煎的，两吃三文鱼啊，这一块香煎，哇，原来是这场，这里边还藏着呢，这一块给他吃刺身。今天的主菜是三文鱼，先尝一块。蘸点这个青芥辣。嗯。口感绵软。天哪，今天又吃大餐了，今天。哎呀。这太奢侈了，人家都是，哎，把这个搁在米饭上头，您这倒好，这整个刺身好，咱们搁在米饭上边。嗯，嗯，不错，这个买的那一份三文鱼都跟这儿呢，都切二分之一。哦，二分之一啊，剩下那个明天烤着吃。每周带你买一回。哎，谢谢老公。